22日，乐天桃园在主场举办韩国职棒合作主题日辣年糕趴，特别邀请到韩国职棒乐天巨人罗德女孩 Latte Girl 与团长赵志勋来台表演，并跟乐天女孩互尬舞。韩职乐天巨人团长赵志勋带动韩式应援时，因为歌是现场学舞，让林湘完全宕机，跟不上舞蹈动作，不断拨刘海、伸舌头，露出傻笑来缓解尴尬，遭到不少网友批评。不过网友也晒出李多惠当天面对现场学舞的状况，可以看见舞蹈底子深厚的他当下也是有些愣住，动作也有些跟不上，但是反应上相对比较镇定，也趁着空档重复着动作，很快就进入状况，